经诶有人伫即个网络内底讲，诶，油大，啊，这是西港挂香三年一颗，啊，今仔是最后一天，啊，你要来互我请无？当然咯，啊，若有种好康诶，我煞袂去啊。这个小姐叫做素兰小姐，不过呢，你个看拢大家拢跳个在里面劲歌热舞，但是内底吼，不是干那素兰小姐，耍嘞五棍阿伯嘛有呢。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因就是点头，准备呢，要去每一个庙口来表演。港挂香三年一颗，不过呢，伊号称是台湾第一香，因为伊涵盖范围非常的大，包括着西港地区96个村乡，而且呢，伊内底这顶头呢，听讲哦，100几个呢。Come on.
感谢感谢，就咱树仔口最爱了解的绿地和你啊，你的风格啊，互相感谢啊，大家来支援，大家来加油去。这叫做螃蟹链，就是叫囡仔呢化妆成各种的新民，啊，一个哦未来这认出来，啊，这到底是不是算顶头呢？我嘛唔知哦。是是不是？伫即一天，所有西港人大部分拢会请人客。来甲新民到老咧。哎，因这是拢爱请吼，大家拢爱请吼。爱请人客，都唔免。哦。伊这班是请伊家己的人，这是因爸爸、妈妈对大家对外人。哦。你讲这拢是爱摆咧等等顶头过来的，对啊。对对，即向我等王桥。伊等王桥。王桥是阿妹嘛？阿妹了的时阵哦，伊就了是迄落阿老头的人，下拄啊缀因行行，送王桥出去啊。哦。现在在绕境哈，还嘛吼，哎呀，伊是主人，啊，恁就每一年拢会请，是每一年三年一颗，三年一颗嘛吼，哦，三年一颗，啊，所以这居民拢会请人客吃一道，哦，多谢你呢，今仔个你请，没啦，吃不吃袂啦，哎，哦，这是个板凳的。大部分的都市人唔知影这真卡人是过安怎的生活，你来看，请人客是树荫下呢。板豆菜，阿你嘛知大碗搁满期，什么样面呢？安尼啊，话见面拢遮好料的，哎，肥死啦！Thank you.